第三位是安家上较少年的八十岁尔，第三名。阿莫吉，我就一个人拢有熟悉啦吼。伊迄当时啦吼，即马较无咧落啊，无迄当时，伊南加州有那是化水的年代啦吼。伊做过南加州伫迄个动物会系统专委会，迄阵伊上尾安家出来。就是安尼，就是上尾一个，就讲继续后壁阁有，但是安南加州做总会会长是一个，但是含安较有关系，含会馆有关系，是伊捌做过会馆的董事，啊，伊阁伫社团内底，伊成立一个文化代理文化协会，美国台湾文化协会办足济活动诶。在台湾请足一个团队来做表演，上届予人感觉感觉就是讲，二二八的活动，几啊档拢是美国台湾文化会所主办的，啊伊太太是音乐家，拢用音乐来纪念二二八，是一个真，啥人拢唔捌啦吼，但是阮老的拢会记哩哩啦吼，来即摆来听伊的故事。谢谢有请我们的洪浩哲，我们的国大代表哦。他当初呢是在1996年回台选举，而且第一高票在高雄当选我们的这个国大代表。有请我们的国大代表。是啊，爸爸。我莫主任，我们这样是一种暗中进行打会战啊。啊，那时候呢，我认为怎么？所以是办一个，我八十岁呢，感恩礼拜吼，是我的教会，是感恩礼拜，就是感谢上帝，伫八十年这个中间，予我会当对台湾来到美国，啊，搁倒去台湾，搁倒倒来美国，会当安尼真顺利，用感谢的心，感谢咱天顶的上帝。我想这个是我八十年的中间。我上解通安慰，啊上解通欢喜的，因为我有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在牛里家咱的董事长，啊，国际顾问嘛，是呢，即摆上夯的啦吼。国际顾问，甲两位讲者，而家咱做有院长啦吼，有院长，啊，咱是委吼，咱是委。我实在是今仔日要来这个所在。人讲呢，这是真是我厝才款，有只林秘书在介绍吼。对会馆开始，我嘛是一个叫做永久的东会员啦吼，永久会员。但是这段时间有较脱节啦吼，有较脱节，因为我回去台湾了，我到回去美国，我有为着家己的事业，我来搁咧打拼努力吼。我到即阵八十岁啊，总是我逐天八点以前，我一定爱到办公室，啊，我阁继续办公室吼。虽然我的事业是我的囝咧在做啊，但是我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义务，感觉讲我爱阁继续来家己家斗工作，啊，当这条路会当行较顺利吼。啊，到这个中间啊，我今日特别咧用。两个 section 啦吼，第一个 section 就是我伫美国差不多伫东洋会中间过来，我伫1996年登去台湾参加国台代表的选举。咱知1996伫咱台湾的历史中间，1996是一个分水岭啦吼。咱对1996开始，咱叫总统选。啊，到现在，咱个世界人甲咱讲，咱是一个民主国家，过去迄种模式，啊，所以我即摆心是，有只因为咧办啊嘛，吼，所以咧办啊，吼，大概当大家咱看，吼，即个是我的，我是阿公甲，小太郎，无要紧，你看小太郎说，啊，这是我当伊国大的时阵哦，国大咧主持国大大会的即个，这相片啊。啊！咧，前日总统来到金山时，阮阿母伫金山有在避难啊。这是阮家，我厝里吼，我厝里的相片。
这嘛是我的囝儿孙啦吼，我即摆囝儿孙拢讲少少咧吼，爱两道才有够吼，所以上个稳定嘛，就早这是我要转去，要转去台湾进前我的厝，我山顶有 TV 的厝吼，即摆啥物都要几千万的厝吼，都迄路较袂了去啦吼，为着转去台湾啦。即我转去的时阵咧，选举的情形吼，当时咱的总统是林立民先生。恁是拍拍袂到，1991年中央会转去的吼，拍拍后面单是这位刘孝同吼，应该大家拢会记得吼。即落咱早期伫洛杉矶，遮个中央，就台湾的中央真出名咯吼，真出名先生，咱迄阵所有的活动拢是伊号召，听咧伊遐咧举行吼。迄当时1991年，阮就转台湾，就是台南阮种炮弹王名单转去台湾的经验啊。啊，做个 next 啊，是安尼。我这我选国大的时哈，这个是我小弟，这个机枪啊啦哈，机枪啊。这我迄阵的，这就是我。国大的时阵吼，有一个有相片留来，有相片。啊，这个嘛，这个这阵是伫高雄我选举的时阵吼，啊，伫遐竞选总统选举的时阵，这个记录。这个下来我。过来，我讲话衰气啊！那你刘先生，你刘总统啊，你有到底研究一个兄弟，是我的后生啊，我们都到底台湾啊。OK， 这就是1991年，咱全美的甲联合会转去台湾，咱去这个宜兰，就是林荣先生因妈妈甲因两个查某囝。在望远哈，而且我表示个敬礼哈，啊，这刘孝同听哈，伊也伊啊，这个咱的先拜啊，在敬礼啊。要讲到较早的事情非常的多啦哈，啊，这是我伫台湾，小弟伫台湾啊，蔡晓老师的一个音乐会哈。OK， 大概是这个情形啦。啊，我这边先去挂这个牌啊，这个牌啊，就是国大的时阵，我开会拢爱挂啊。而且我家己啊，就是个相片嘛，挂这个牌啊，就是表示讲，每年去开会拢爱有这个做晒，再当礼品啊。OK， 我想我先来讲我的一生啦。我1944年彰化，咱在彰化，用咱的溪湖就是彰化上中央的所在。啊，我遐唯一的就是分厂，啊，伫溪湖出世。啊，我伫溪湖，到国民啊，到开始读初中，我就离开溪湖，啊，到伫台北。啊，所以伫初中开始，我就是伫台北。迄当时，我伫台北的初中时代。大同初中啦吼，大同中学迄阵，啊后来到高中是读成功中学啊，成功中学啊，高中毕业了，我就去高雄，高雄医院去吼，所以我是医生啦吼，啊林医师是医生专业，医生较专业吼，啊我医生是到尾啊，我就离开伊啦吼，我。离开学校了，我来做生意啊！啊，我从商去做生意啊！啊，一直到1982年，我才离开台湾，过来美国啊！到我太太啊，带着三个细汉囝来到美国玩的吼啊！开始的是真正困难，总是一步一脚印，让我伫美国会当安尼好好徛起。啊，伫遮慢慢成长起来吼、哦，
所以1982年来到美国了，我到1984年、1985年，我伫南湾是参加南湾台湾同乡会，啊，到1984年、1985年同乡会会长了，就是参加伫咱洛杉矶真济同乡会，所以阵后来我担任联合会会长，所以我一到入来时阵。律师咧甲讲，哎呀，较早番同乡会咯，早一点落去啊，即摆剩几个，啊是真可惜啦吼。迄阵是足侪同乡会，啊即摆同乡会较少呀。所以我到伫1991、1992、1993、1994，我做全美台湾同乡会会长吼。啊，当然即中间看见讲，即八年中间，发现台湾的政治。就是开始是一党一党独大，拢国民党一党一共的，一共的剩下完的吼，啊，咱台湾拢无管理头出声，这是一个真可惜。所以对一党专制了后，咱看见讲台湾的政治是对当时反共，主角就是来对中国走来看台湾的是反共，啊反对中国。但是慢慢的话，这一党一党独大这些人，不但开始无反共，变成亲共、亲中、合中。到底1992年的时候，造出一个九二共识出来。九二共识是啥？一个中国。但国民党就是伊嘛是当作是一个中国。所以我伫即，伫美国洛杉矶即八年的中间。我家己的事业，家己在经营，家己在努力。我看见讲，咱的故乡，咱的台湾，今日变作九二共识，这款的心境，我相信伫洛杉矶、伫海外，所有的台湾人拢同款的感触。但这个时阵，咱做的台湾人，伫海外台湾人，咱要知道，咱有什么进步？咱来用什么行动来给咱的台湾人得到帮助？这是我1996年登记台湾参选的动机。真侪人，把咱洛杉矶真侪这同乡们讲说：“啊，两位长，你这条做九三九四的全美会会长了，啊，你就是要让人，要让人交做交选的，这个国代还是交选的离开。”我讲，我唔是安尼，我这个人对台湾来到美国一步一开，我也是，有回台湾我一定是回，真正脚踏实地，都去参选，哦，我想这个是我大概过程啦，哦，啊当然，伫美国中间，我全美会中间大概有几项。有一两项，我等大家甲大家三个分享吼。我伫1993、1994的八月初二，迄阵我做全美台湾会长的时阵，咱知影讲，咱台湾人伫五零年代、60年代、70、80年来到美国，咱遮的留学生，咱遮的台湾人，为着美国这个土地，为着美国这个国家。咱付出偌济，真侪伫科技的顶面，伫太空顶面，伫医学顶面，伫教育顶面，侪侪伫社会顶面，咱拢有足够的贡献。但是，咱一只孤城的，咱在台湾人，正做美国做伫美国公民的时阵，咱的护照顶完，甲咱写，咱的出生地是倒位？中国，请。我相信咱早期，咱遮个同乡，大家拢深深有这个体会。咱个护照顶面 birthplace 是写 China， 所以我才伫1994年八月初二，甲全美会副会长、全美会国库的理事长、甲秘书长，啊，包括阮太太，啊，包括台湾的一个政。几位政治人做伙受会长的邀请，
进入了。所以你1994年8月初，我们美国甲肯顿总统诶，伊个团队伫遐讨论，我们将即个讲，阮家人，阮希望，阮诶出世诶出生地，阮诶 passport 唔通甲阮讲，阮中国，阮就是台湾。所以伫迄个时阵，肯顿总统甲咱接受。所以1994年10月25日。赛，肯定赛，啊！这当时咱我做总理会这2年中间，我拢出一个代表会刊，啊，就是代表会刊啦，哈、啊，这边代表会刊叫下啊，肯顿总统正式签署10月25日起生效，生效啥嘞？代理人或就这些的。最终降了，哦，我想这个就是咱台湾人的对比，咱台湾人的对比就是讲，咱愿望咱台湾就是台湾，咱台湾就是台湾。这几天我看一巴黎迄个运动会，咱得了金牌，但是尤其迄个旗是啥？米粉旗啊，那是米粉旗啊，哦，像迄个歌是啥？知啊，这是咧台湾早期咧升国旗迄条国旗歌咧，台湾人真正很可怜，很遐尼可怜。所以我请到总统，阮伫国会代表的时阵，我是介意讲，当时我嘛是甲请到总统。同款的团队啦，吼，因为咱知影讲，伫台湾有足侪派系嘛，吼，啊，有正义连线，有什么联名啊，有新交流，反正足侪啦。啊，所以我是同款去，所以常常我听到总统即摆总统啊，也到底有咩目的？我是感觉讲，咱应该爱共同做阵啦。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啊，所以英文总统开始咧讲中国甲台湾互不隶属，清点嘛是讲互不隶属，我相信咱每一个人都感官讲，但是不隶属，因是因的代志，但是咱的代志，啊，后边啊咧讲一边一个，对啊。应该是安尼嘛，所以我常常咧讲，我常常咧甲足侪朋友咧讲讲，咱咧讲咱是台湾，因是中国，人讲中国大陆，我伫教会中间，我嘛常常足侪朋友咧讲中国大陆，我讲下摆倒来，世间敢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国大陆？绝对无的，中国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这样，咱应该爱有一个清楚啦吼。不止项，是讲咱咧公告讲，咱迄个外省人啊，台湾人，我最近我咧思考这个问题，我感觉讲唔对咧。咱是台湾人，咱是台湾人对，但是无外省人啊，那外省。咱台湾甲中国是两个无关系啊，那有界限，伊咧限咱就无得限啊，啊！1996年的时阵，我做国台代表的任务，早起咱讲国台代表早起的任务就是两项代志啊。第一，当年选一摆总统，永远就蒋介石当选，啊！后来第二是修宪。所以这两个是国家的任务，啊，这个修宪这样代志，伫我迄年，啊，小爷嘛是共干个，我共干，啊，伊是表率的，我是迄个副表率的，吼。伫迄个时阵，咱已经将宪废掉，啊，1999年。
应该拿来记住。我为着要修宪，迄、那个要决定遮个诶，即个通过法案就是修宪诶宪法内面，必须有甲暗时一点半，咱们才来刷掉。迄当时咱议会甲选，所以咱无选，大家无选啊，选长无伊啊，宋楚瑜选长咱后来选起来，无啊，啊，后来国代无啊，退国代，所以我转去选举我这个选举，我的政见用省国代、会国代，这是我的东西，我的政见啊。所以国代也无伊啊。过来，咱的国会要改革，就是讲，较早是两个国会，就是一个立法院长，一个国会代表啊。所以单一国会，伫迄个时阵也是通过，单一国会两票制。所以，迄在1999年，国民大会最后第三届，阮迄阵就是家己做一四项代志：第一，会县；第二，会国代；第三，三日国会；啊，第四，就是两票制，两票制。啊，我想这个就是咱的台湾的改革，这段时间的改革，我。非常真正影响就是讲，咱台湾需要台湾咧改革咧，咧脱胎换骨的时阵，台湾咧正做一个民选总统的国家的时阵，我有迄个福气，啊有咧用，有咧用，迄个荣耀哦，荣耀，我当参与伫迄个，啊，我想这个是我爱甲大家分享的所在啦。啊，当然，我回去了，我感觉讲，实在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为着台湾来做真侪一个代志啊。每一个人，因为台湾是咱的国家，台湾是咱家己的所在，台湾嘛是咱子子孙孙要继续生存的一块一块一个土地，所以咱永远袂当改将这个来卖。所以我当时伫1996年转去台湾时，甲阮太太两个人，阮从美国所有事业，从起飞的厝，拢卖掉的，来转去。转去了后，台湾，我甲阮太太有做一条歌，叫做《上帝祝福台湾》，God Bless Taiwan， 是不是？时间有时间来讲嘛，请你来唱，请你来唱。谢，帮我们唱一下。God bless Taiwan。God bless Taiwan。好。谢谢。尽量平安好。对。然后我们。后面都爱在都讲掉。哦，王毅，你先唱，阿哥来来讲后面多。谢谢。God bless Taiwan。来上去唱，我们一起再次给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我们的洪茂哲来到台前抗议，帮我们唱《God Bless Taiwan》。这种这荣幸。你拿另外一个麦克风接在那个喇叭，让。
咱的故乡，伫遐有咱的亲人伫遐吼。啊，所以咱用祈祷的心，有时咱感觉咱做无够，啊，咱有时无够开啦，还是讲咱无家己的行动，咱等于台湾总是最起码，咱就通用祈祷对咱的神，对咱的上帝来讲，就去祝福。God bless Taiwan. Thank you so much. 这个我讲九六年啊，我台湾做了啊，有滴，你认为中报会出力啊？有迄个出力，只有两摆啊，两年都拢有两摆。啊，再问中报完了，底下有个请盖请的啊，这个请的总统的时阵啊，因为做总统台湾市长的时。我们当当市会啊，伫市长的中间，我若有从这条歌带回了，真正台湾是咱的国家，台湾是咱的土地，咱永远来孝养，永远来感谢有这块土地吼。可能话我搁两件吼，后来想我当去台湾了后，我感觉讲，我迄阵伫比较这个中央的这个系统，这个单工啊，这个冬季。哦，这边人大家实在是真正担心，所以我甲伊讲，啊那安尼，我怎啊要等待参选啦？啊，恁唔通散去，所以恁爱搁做积极的，叫做美国台湾文化协会啊。我今日我提示后边伊拉地图哦，迄个今日今年进台湾的时阵，这个赖清德总统当选以后庆功会啊，啊，主办单位替阮做啊。比较那文化也袂哈，啊，即两天今日不赖话，几位梅芳啊，哦梅芳当处长啦，哦梅芳姐啊，吼，迄是阮的厅内面一个足强啊，足出力啊，真正足认真，包括因先生甲个啊，因先生两位哈，啊，闽东兄啊，拢真正为着为着咱台湾来付出足济足济吼。所以我伫遮嘛利用这机会感谢过去中央会这个干部，后来文化协会这个大家三个努力来互台湾文化会当继续啊再延续落去吼，这是阮伫遮的兄弟们感谢啊，希望咱的文台湾的文化，文化就是咱的精神，文化若无去，咱的民族就无去。所以国民党早期。一直我来讲台湾话，一直我来让咱有台湾文化，伊就是要将咱的根给咱剁掉，所以这是足不应该咱来坚持咱的文化，咱的台湾永远在咱的心内。多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